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华为鸿蒙3.0和系列新品的发布会。我们华为持续的在创新上不断的研发投入，来构筑我们持续的竞争力，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更好的产品。我们依托于我们的鸿蒙操作系统，打造了我们的强大的数字底座，来使能千行百业。同时，鸿蒙操作系统也是史上发展最快的操作系统，实现了100天破亿的用户发展。同时，它也是版本升级率非常高的操作系统。鸿蒙 OS 2，我们实现了77%的升级率，远远高于安卓12的升级率，也接近了 iOS 15的升级率。到现在为止，鸿蒙 OS HarmonyOS 2，我们实现了超过3亿用户的用户量。我们 HarmonyOS Connect 鸿蒙智联，它的用户也超过1.7亿。同时，HarmonyOS 也是历史上覆盖机型最多的系统升级。我们可以到2016年的这个产品，我们都能实现的这个版本的升级。通过升级到鸿蒙以后，我们这个新的体验一下子能覆盖到历史的老的机型，让大家的体验能得到很大的增强。我只举这其中一个例子，我们 Mate 9升级了 HarmonyOS 2.0以后，它的存储的读写速度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就是老的手机性能提升了、增强了。依托于我们的鸿蒙 OS、HarmonyOS，我们构筑了1+8+N 的全场景的智慧生活体验，智慧办公、智能家居、影音娱乐、我们的智慧出行、运动健康，重点聚焦这五大场景。持续的改进，提升用户体验。今天我们 HarmonyOS 3.0来了。下面我邀请我们华为终端的首席运营官何刚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HarmonyOS 3.0，欢迎何刚。感谢于总。去年发布的 HarmonyOS 2作为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凭借其标志性的设计与功能，逐步赢得了大家的喜爱。超级终端代表着万物互联时代的便捷与生产力，万能卡片及其背后的原子化服务能力代表着未来 APP 的全新发展方向。大文件夹控制中心是我们对于 UX 用户体验交互的全新思考。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 HarmonyOS 3，希望在引领未来方面更进一步。首先呢，我们看看超级终端的升级。HarmonyOS 3将更多的设备加入到超级终端的组合中，比如显示器、墨水平板、打印机、智能座舱、智能眼镜等等，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调用每一种设备的优势能力。更重要的是，在 HarmonyOS 3上，除了手机，其他设备也可以作为超级终端的中心设备，比如智慧屏、手表、PC 等。每个设备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周边的设备进行组合联动，形成新的超级终端。平板协同显示器可以秒变办公电脑。手表与跑步机组合，让运动记录更加准确。智慧屏可以随意的选择合适的音频组合，还可以组合耳机，享受无人打扰的办公乐趣。当每个设备都有了硬件互助的能力，也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超级体验。首先是办公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都具备了办公属性。HarmonyOS 3通过强大的分布式能力，将更多的设备无缝协同起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简单高效。打开 PC 超级终端，轻轻一拉，显示器就变身为 PC 的第二块屏幕。PC 上剪辑的同时，可以在显示器上实时预览视频效果。再轻轻的一拉，声音就会从耳机中播放。三个设备各司其职，组成超级终端。PC 负责应用运行，显示器负责扩展画面显示，耳机负责音频输出。在鸿蒙的世界里，硬件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互助的集体。当你在学习编程的时候，只需轻轻一拉，便可以一个屏幕编程，另一个屏幕观看编程的课件，无需在编程工具和编程课件之间来回切换。HarmonyOS 2通过超级终端把手机装进电脑，让 Windows 系统呢可以轻松地体验到移动生态。HarmonyOS 3将这一体验进一步升级，更好地利用 PC 的优势，匹配大家使用 PC 的习惯。在 HarmonyOS 3上，当用户在 PC 中打开手机备忘录时，手机备忘录将会以平板的界面布局横屏展开，显示更多的内容，更符合 PC 上的浏览习惯。同时，打开其他移动应用时，应用的内容能够以平行世界的方式在 PC 屏幕上展示，更方便你浏览和操作。超级终端不仅能实现设备组合，还能让内容在不同设备间流转，
用手机阅读书籍时，在超级终端里轻轻一拉，书籍就可以流转到墨水平板 MatePad Paper 上。借助墨水屏幕显示的能力，让用户享受更加护眼舒适的阅读体验，同时功耗也会更低。HarmonyOS 3之所以让众多的设备轻松组合成超级终端，得益于我们将同一操作系统弹性的部署在大大小小的设备上。分布式软总线是鸿蒙的核心组件。在 HarmonyOS 系统中，分布式软总线像高速公路一样把不同的设备连接在一起，但这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一个个巨大的技术挑战，更低的时延要求，更高的抗干扰能力，更短的链路建立时间。这些技术问题的解决让我们可以把不同设备的组件进行共享。今天 HarmonyOS 3的研发工程师通过卓越的努力，还为大家带来了基于分布式设计理念重新设计的分布式通信能力，让多设备间通信能力的共享成为可能。借助 HarmonyOS 3的分布式通信的技术，可以将手机的通信能力赋予平板，就像给平板插上了 SIM 卡一样。开启通信共享功能后，将手机靠近同账号的平板，手机就可以把数据网络、电话、短信这三个通信能力共享给平板。这样无需拿起手机，大家就直接可以在平板上接收到手机的验证码信息，直接登录应用。平板也会显示消耗手机流量的通知，这样手机流量在线看视频也不用担心流量超限。而当手机来电时，你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在平板上接听，不必拿起手机，始终保持专注。通过分布式软总线的技术，将手机的 modem 虚拟成平板的 modem， 平板就可以直接使用手机的移动网络，相比传统的手机热点，功耗最多可以降低 30%， 网络时延呢，相比传统的共享热点最高降低 20%。 在移动终端上的打印体验也一直是一个痛点，不同应用的打印菜单不同，同时也缺乏统一的打印入口。HarmonyOS 3通过超级终端带来了与应用无关的系统级打印入口，让大家在使用任何应用时都可以从容应对。只需轻轻一拉打印机，手机上就会出现打印悬浮球，照片和文档都可以点击悬浮球直接打印，无需费时费力寻找不同应用中的打印功能按钮。你还可以随时呼出打印任务列表，打印进度一目了然。打开图库的照片，点击悬浮球就可以轻松地打印出精美的图片。借此机会，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打印机产品，华为 PixLab V1 彩色喷墨多功能打印机。去年我们发布了首款搭载 HarmonyOS 的黑白激光打印机，因其极简易用、配置简单和手机平板靠近就可以连接、一碰就可以打印，重新定义了日常打印的体验，也点燃了大家对于彩色打印机的迫切呼声。 PixLab V1 作为第一款搭载 HarmonyOS 3的打印机，继承了鸿蒙系统赋予的全部功能和优点，现在更是只要通过超级终端轻轻一拉，就能轻松打印各种形式的内容。在色彩上，我们采用了自研的原色打印引擎，包含 3D LUT 色彩调优和色温跟随与孔径分级管理三大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喷头孔径差异带来的偏色问题。与华为设备协同时，还可以智能抓取屏幕色温，通过算法叠加使打印的照片呢更贴近于真实原彩。不仅有丰富的色彩呈现， PixLab V1 还支持多材质、多尺寸、多厚度的纸张打印，从5英寸到 A4 大小，支持相纸、牛皮纸、白卡纸等丰富种类的纸张，60克到260克不同的厚度，可以充分满足生活中的各类打印需求。可以打印照片、文档，打印手工纸模型，打印平板上的绘画，就连歌词和手机上的日程都能轻松打印出来，让打印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打卷子。我们与蜜蜂教育合作推出了字迹擦除功能，孩子做过的试卷放进打印机扫描，可以一键擦除手写的字迹和批改的痕迹，直接打印出一张全新的卷子，让试卷也可以常刷常新，绝对是孩子错题温习的好帮手。为了确保打印的稳定性，我们还升级了连接能力。 PixLab V1 支持 2.4G 和 5G 的双频段的 WiFi， 还内置了两根天线，无论是在家里哪个房间或者面对更复杂的网络环境，打印机都能稳定在线。在墨水屏的更换上，我们也做了创新的设计，四色的墨水屏可以独立的进行更换，一套四色墨水可实现4000页的彩色文档或者7500页的黑白文档的输出。大家都知道喷墨打印机堵头是一个长期困扰用户的痛点，我们采用了三重防堵设计，对墨水成分进行了优化，打完还能自动清理余墨，同时机器会自动的进行定期的喷头冲洗，只要保持通电状态，即使在休眠时也可以保持喷头的湿润，大幅的降低了堵头的概率，让你使用更省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搭载 HarmonyOS 的彩色喷墨多功能打印机，希望大家喜欢。聊完了学习办公，我们再聊聊影音娱乐。大屏往往是家庭娱乐的核心，有了 HarmonyOS 3， 智慧屏也首次拥有了超级终端的能力。只用华为智慧屏观看影片时，长按遥控器菜单键呼出超级终端，选择音箱，
上的 X 音箱就成为智慧屏多音响组合的一部分，和智慧屏内置音箱一起，让用户享受立体声音箱带来的环绕音效，在家里就能感受到影院级的震撼效果。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也可以轻轻一按，通过超级终端连接耳机，即可独享私密影音空间。Harmony OS 3还带来了支付的跨端流转，大家在智慧屏上确认购买时，华为支付可以从智慧屏上自动流转到手机，只需输入密码或指纹识别就可以快速完成支付，不需要再打开 APP 扫码操作，非常简单便捷。我们一直相信语音交互会是未来最根本的交互方式，因此呢，我们也在持续进化我们的小艺助手。随着支持小艺的设备越来越多，小艺在各设备间的协同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搭载了 Harmony OS 3的设备，在听到主人呼唤小艺时，会通过分布式软组件快速地判断周边各设备的状态，推选出一个最适合的设备进行应答。当主人说出指令时，应答的设备还可以将指令转发给适合的设备接管对话。比如音箱接收到播放影片或者调节影片音量的指令时，可以转发给智慧屏接管对话。小艺小艺，我要看大黄蜂。没问题。好嘞，为你找到大黄蜂。小艺小艺，把客厅智慧屏音量调低一点。好的。以前当我们想跟好友一起听音乐的时候，要么通过手机外放，要么呢会把一对耳机中的一只给好友，自己留另一只。 Harmony OS 3给大家带来了双人听歌的完美体验。当你听到一首好歌，可以通过播控中心搜索身边好友的耳机，并通过共享音乐播放给对方耳机，对方确认同意后，两个人都可以带上各自的 FreeBuds 耳机，沉浸在同一首美妙的歌曲中。同时播控中心还带来了全新的多设备音频播控体验，通过分布式软组件的自发线自连接能力，手机可以智能感知到周围的智慧屏和音箱，这样除了呼唤小艺之外，你还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的播控中心控制其在播放的音乐，比如暂停切换下一首，音量调节等，非常的方便。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运动健康，华为通过不断的创新和积累，把专业的运动和健康能力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 Harmony OS 3则把更多的运动设备接入数字世界，让你的运动更智能更科学。在鸿蒙3的帮助下，只需轻轻一拉，手表就能与三方运动设备自动建立连接，形成超级联动。此时运动设备又成为运动的传感器，将速度、距离等精准的运动数据实时的同步给手表，手表采集的心率数据呢，也可以同步的显示在运动设备上。如果需要边运动边享受音乐，也只需要轻轻一拉，耳机便可以连接到手表，播放手表上的音乐，带来更有氛围感的运动时刻。此时各项运动及健康数据都会同步到手机，运动健康 APP 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给用户推荐个性化的运动课程。除此之外，手表还能控制智慧屏上的运动课程，只需将智慧屏拉向手表，便会开启智慧屏的运动健康应用，运动时可以用手表对课程播放进行控制，并在智慧屏上同步显示手表上的心率等运动数据。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搭载鸿蒙3的智能手表，全新的华为 Watch 3 Pro。它拥有华为 Watch 3系列一样强大的智能功能，可以独立通话、远程控车、在线听音乐，还将支持微信手表版等丰富的应用。得益于 Harmony OS 3操作系统的加持，全新华为 Watch 3 Pro 可以为用户带来更智能的体验。华为自研的导航应用 Paddle Maps 首次在手表上使用， Paddle Maps 可以为用户提供导航路径规划，支持语音搜索地点、实时导航和语音提醒。并且呢， Paddle Maps 采用业界最严格的隐私安全政策，当用户进行导航或者规划路线时，相关数据处理不会与用户的身份相关联，我们以后出门不用带手机，只带手表也不会迷路。除了导航，还可以用手表直接打车，抬手就可以查看车辆到达信息，轻松完成支付，带上手表台湾即行。在运动健康方面，这款手表也有着出色的表现，这要归功于华为专业的技术能力积累。下面让我们一起去华为最新的运动健康实验室看看。大家好，我是张伟，欢迎大家来到华为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这里是华为智能穿戴硬件产品、运动科学技术和数字健康服务的研究和创新中心。大家佩戴华为 Watch 3系列，可以自由体验游泳、骑行、跑步等100多种运动模式，手表上记录的运动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科学的运动，
为了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做数万次的模拟研究和严苛的测试。因此，我们在实验室搭建了丰富的运动环境和专业的设备，目前已经具备80多项专业检测能力。华为 Watch 3 Pro 6升级了全新的高尔夫球场模式，搭载国内328家球场地图，基于鸿蒙3强大的地图处理能力，手表上就可以直接查看全景球道视图，还能无极缩放，支持实时测距，这样到达国岭障碍物的距离一目了然。还提供了风向、风速和国岭指向，帮助你更好的瞄准目标，把握击球方向。还支持电子积分卡以及赛后数据分析，不但能动态还原击球轨迹，还可以科学记录杆差表现，让喜爱高尔夫运动的朋友们全局在握，挥杆自如。很多用户热爱跑步这项运动，良好的跑步姿势不仅让你跑得更快、跑得更远，还能降低跑步损伤风险。跑步过程中，身体是一个整体的减震系统，精确的跑姿数据是需要通过整体的躯干和足部进行测量的。我后面这位同事正在测试华为一款新型态的产品，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另外一款新品，华为 S-Tag 专业的运动传感器。华为 S-Tag 支持足部、腰部佩戴，并可以智能识别佩戴部位，还能进行13项专业跑姿指标的测量，全方位评估你的跑步姿势。以垂直振幅为例，测量的是在每一个步态周期中身体重心在垂直方向的振动幅度，振幅越小表示浪费在垂直方向的能量越少。我们在最接近身体重心的后腰部位，通过高精度的加速度传感器和智能算法实时测量每一步的垂直振幅。很多女性朋友喜欢瑜伽，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的需求，比如要足够的纤细轻巧，便于腕部动作。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女性朋友设计了一款腕上轻智能手表，华为 WatchFit Mini， 有超轻的表体以及极其舒适的佩戴体验，非常小巧精致。3款时尚潮流配色，8000多款精美表盘可供选择，每一次亮屏都能让你眼前一亮。它还带来了贴心的生理周期管理功能，为女性用户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当然，运动是为了健康，华为 Watch 3 Pro 6升级支持了心电分析功能，用户不仅可以用手表测量心电图，还可以在手表上直接获得分析结果。这得益于华为心电分析提示软件获得了药品监督管理局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自2020年以来，华为智能穿戴业务已经取得了4张医疗器械注册证。华为 Watch 3 Pro 6提供了专业医师解读服务，全国280多家三甲医院医师为华为 Watch 3 Pro 6的心电图报告提供解读服务。目前这项心电报告解读服务累计提供了135万次，其中存在高风险的心电图有1.4万次，为用户就医和健康监测提供了重要帮助。除此之外，还有呼吸健康研究、睡眠呼吸暂停研究、高原血氧健康研究等等，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3款华为穿戴新品，华为 Watch 3 Pro 6、华为 S-Tag、华为 Fit Mini， 希望大家喜欢。下面交还给何总。除了运动健康，手表还可以与车轻松联动，手表控车功能支持车况查询、远程控车，非常方便。Harmony OS 3也给智慧出行场景带来了全新的体验，让智能座舱同样拥有类似智慧屏的超级桌面功能，用户可以使用座舱中控屏更加便捷地使用手机内的丰富应用。在中控屏打开手机应用，应用会以平行世界的布局全屏显示，展示更多的有效内容，也更方便浏览和操作。不仅如此，对于视频类应用，通过鸿蒙的分布式硬件虚拟化技术，还可以调用座舱的摄像头和麦克风，在车上轻松地录制短视频。超级桌面让智能座舱的体验常用常新。在出行途中，我们还可以使用畅联视频通话，轻松切换车内外的摄像头，无论是在与家人畅快聊天，还是和朋友分享美景，欢乐同在，精彩同在。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一下 Harmony OS 3的超级终端带来的全新体验。更多设备的加入，让我们开启探索之旅。这就是 Harmony OS 3的超级终端，变大，跳超级大，变快，轻松一拉，所见所想，即刻跃然纸上，再快点，给手机加上4个轮子，让手机应用跟 iPhone 一起跑起来。变多样，音体验随意切换，这才是超级视听。拉动音乐和跑步机，气氛和状态都要跟上节奏，数据精准同步，也让你的每次心跳都记录下来。这就是 Harmony OS 3的超级终端。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搭载了 Harmony OS 3的华为智能终端在不同场景下的超级体验。鸿蒙智联是华为面向智能硬件生态伙伴打造的全新品牌和开放平台， Harmony OS 3在鸿蒙智联生态体验上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并围绕华为全屋智能解决方案赋能面向下一个十年的空间智能化升级。门锁的智能化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其可靠性和安全性依然是消费者的主要痛点。有了鸿蒙系统的加持，华为智能门锁就可以轻松复用旗舰手机同款的 3D 深感摄像头和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像解锁手机一样便捷的同时又确保了高安全性和可靠性。接入鸿蒙智联生态的冰箱还有专属保鲜空间，针对不同的食材特性提供精准温控。在鸿蒙手机上选择果蔬模式，让水果保鲜更长久，保持更好的光泽和口感。支持鸿蒙智联的破壁机除了制作日常的养生饮品之外，更有多种食材预处理方案，让烹饪更轻松。只需用鸿蒙手机轻轻一碰，便可轻松选择和面、绞肉、磨粉等各种食材的预处理方案。开始烹饪时轻轻一碰灶具，上百款菜谱便跃然纸间，选中喜欢的菜肴，设备就可以自动的调整温度、火力大小和烹饪时间。有了鸿蒙智联，人人都可以秒变大厨。在需要放松的时候，只需碰一碰按摩椅的鸿蒙智联标签，就可以轻松选择各种按摩方案。在授权运动健康数据之后，还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及健康数据定制个性化的专属按摩计划，打造专属体验。不仅如此，你还可以使用智慧的场景编排功能，让更多的智能设备实现场景联动。大家可以随意编排想要操作的设备，让设备不再是被动的响应，而是主动为你提供服务。只要是支持了鸿蒙智联的设备，想怎么编排都可以，更有丰富的场景模板供你快速设置。触发这些联动也非常简单，比如通过最简单的交互方式，只需要对音箱说小易小易开始打扫，鸿蒙智联的洗碗机、洗衣机、扫地机器人它都可以自动的开始工作，让你无需动手即可享受全屋智能体验。除了音箱、手机、平板、车机、手表，全屋智能中控屏也可以方便的管理和启动编排好的智慧场景。当有人来访时，华为智能门锁的电子猫眼还能通知你的手机，让你直接在手机上便可以和门外的访客通话。 Harmony OS Connect 对智能时代的改变从未如此彻底，它突破了设备计算、存储等能力的局限，将手机、平板等设备的运算、显示能力共享给了千千万万的设备。根本上，这是鸿蒙操作系统超级终端能力的延伸，也代表着万物互联时代操作系统的深刻变革。 Harmony OS 3加持下的全场景体验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办公场景下 PC 作为超级终端的中心设备，让创作更轻松，手表和运动器械、智慧屏等设备的超级联动，让运动更加科学精准，超级桌面、协同唤醒等全新的智慧体验呢，让娱乐更加精彩，手机还可以赋能智能座舱的应用生态，丰富我们的出行体验，更多生态设备接入鸿蒙智联，让全屋更加智能，居家生活简单舒心。 Harmony OS 3除了让更多设备自由组合，也带来了最新的原子化服务体验。万能卡片作为 Harmony OS 原子化服务的重要呈现方式，界面简洁，直达服务，深受用户喜爱。在 Harmony OS 2上，我们设计了全新的桌面，带来了极具标志性和实用性的万能卡片、大文件夹以及小易建议，让用户从下载安装 APP 的方式逐步转向免安装、主动服务的智慧体验。今天在 Harmony OS 3上，我们更进一步，让你的桌面展现更具个性，服务获取更加便捷。全新的卡片夹可以任意堆叠和组合卡片，将相同尺寸的卡片叠在一起，节省桌面空间，同时也美观大方。快速翻动卡片查看信息，也可以通过长滑展开卡片来调整顺序，删除卡片，或者直接将卡片钉在桌面上。这样简洁高效的设计，大家在手机、平板上都可以体验到。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不同尺寸的卡片进行组合，长按卡片进行编辑，添加更多的卡片或者快捷方式，彰显个性的同时又高效实用。同时系统还预置了各种组合的模板，让用户可以一键选择，轻松使用。这次我们还在一些常用卡片上提供了更丰富的个性化选择，大家可以自定义卡片的形状、色彩、贴纸、文字等元素，更深度的定制自己喜欢的卡片。智能文件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长按文件夹既可以通过拖拽随心调整文件夹的尺寸，不论应用数量多少都能找到合适尺寸的文件夹进行收纳，从而更加高效的利用桌面空间。为了让大家更加方便便捷的把桌面变得更美，我们还推出了智能桌面布局，帮助大家进行桌面的归纳整理，轻轻捏合，点击右上角的换一换
选择你喜欢的布局，还可以按颜色分类实现一屏一色，或者按功能分类一屏一场景，非常便捷。富一屏的智慧助手今天将会有更多的鸿蒙服务卡片。那在富一屏上再右滑一下，进入发现页面，所有的鸿蒙服务卡片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长按你想添加的服务卡片，就可以方便的将它添加到富一屏或者桌面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鸿蒙服务卡片 Petal 出行。这是一个基于华为自研地图引擎能力提供的聚合打车服务，用户无需下载应用，通过服务卡片即可获得与 APP 相同的体验。基于鸿蒙 OS 分布式能力， Petal 出行不仅可以支持手机打车，还支持语音唤醒。当我们去逛街的时候，两个手都拎着购物袋，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耳机唤醒小易进行打车下单，同时呢，还可以确认车辆状态，呼叫司机等等。基于鸿蒙 OS 分布的能力， Petal 出行呢支持在平板和电脑上打车。比如当我们准备下班的时候，可以直接用办公的电脑下单叫车，等到下班的时候关闭电脑，信息马上会同步到你的手机。除了多设备协同， Petal 出行还支持在手表上打车。我们直接使用手表选取上车地点，输入目的地，完成手表足以打车，抵达目的地完成订单后即可完成无感支付。这就是今天我们带来的 Petal 出行，它是首款支持跨设备流转的 HarmonyOS 的出行服务，简洁便利安全，希望大家喜欢。数字世界带给我们很多便捷，也给我们彰显个性的空间。今天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自拟形象，我们基于130多个人脸特征点，通过华为独有的自动计算生成算法，为你创造独有的虚拟形象。这就像数字世界的另一个你，你可以更换不同的发型和衣服，拥有多变的风格，还可以通过小易输入法，在聊天的时候发送你自己的自拟形象生成的表情，或者将它作为锁屏动效、华为账号的形象，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你独有的个性。而且华为账号呢，也是畅享所有鸿蒙体验的超级通行证、超级 ID。 登录同一华为账号的设备，用户的个人数据、华为应用会员权益都会保持一致。比如拥有华为音乐超级 VIP 之后，手机、平板、音箱、智慧屏、车机都可以独立的畅享高品质的会员音乐。有了华为视频的超算套餐，同一华为账号下的手机、平板、智慧屏、智能座舱、 VR 眼镜上都可以尽享华为影视、少儿会员和芒果、优酷、腾讯等多个平台的海量视频内容，大小屏通看。除此之外，拥有华为账号后会自动的获得 5G 的免费云空间，还可以尽享多设备一致的阅读、主题和运动健康等应用体验。欢迎大家都注册华为账号，同时呢，设置个性化的自拟形象，让自己的账号更具特色。小易建议也是我们在鸿蒙 2.0 升级后很多朋友非常喜爱的卡片，它总是能够适时的推荐所需的服务。那么今天我们还带来了更智能、更懂你的小易建议。戴上耳机，是不是该来点音乐？欢迎 Harmony OS 3的小易建议登场。踏入地铁站，这张卡片你肯定用得到。等等，今日天气不佳，那就换个方式出场。懂你的坚持，当然也要懂你的偶尔放肆，与你一起畅快出行，也想呵护你到细致入微。Harmony OS 3的小易建议，还想了解更多。小易建议能够基于地点、时间、习惯和事件等不同的维度，主动的推荐服务的内容。在日常使用智能设备时，大家非常关注操作的流畅性、响应的速度以及是否卡顿等性能表现。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 Harmony OS 3在流畅性能方面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Harmony OS 3对系统架构进行了全面的优化，相比上一代， Harmony OS 3在应用启动速度、滑动的流畅性、操作响应速度上都有显著的提升，让你在购物、阅读、聊天等场景都有更顺滑的体验。鸿蒙让老设备持久换新，以2019年推出的 Mate 30 Pro 为例，使用到今天三年过去了，它依然是一台很流畅的手机，甚至于它的性能可以超越友商一台全新的旗舰。搭载了 Harmony OS 3的 Mate 30 Pro，
继续使用依然会十分流畅。经过我们的模拟测试，预计三年后它的性能只有轻微的下降。这些性能上的提升离不开华为持续的技术积累，例如通过超级内存管理技术减少不同应用使用内存的冲突，让前台的应用优先获取空闲内存，体验更加流畅顺滑。在图形技术方面，超帧游戏引擎进一步升级，像素级的帧间预测能更精准地预测下一帧画面的信息，减少渲染的工作量。 CPU 内存联合动态调频通过智能调度 CPU 和内存资源，减少硬件负载，从而大幅降低图形渲染的能耗。在同样的游戏帧率下， Harmony OS 3比上一代最多降低 11% 的功耗，相比其他系统更是能节省 23% 的能耗，游戏畅玩更持久。 Harmony OS 对性能的持续优化不仅让手机持久流畅，在其他智能设备上也是如此。出行中操作车机，观影时手机控屏，工作中多屏协同都非常流畅。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是华为公司的最高纲领，我们将公司对网络和业务安全性保障的责任置于公司商业利益之上。我们致力于通过行业领先的创新科技守护用户的隐私安全。本次 Harmony OS 3设计了一系列的隐私安全功能，让应用权限访问以及设备安全状态更加透明可控，让用户数据的保护更加简单安心。鸿蒙3新增了隐私中心，记录应用的访问行为，用户可以实时查看相机、麦克风、位置信息等敏感权限的访问记录。在隐私中心中，用户可以查看应用的敏感行为，如锁屏情况下的数据访问、针对数据的高频访问以及应用的高风险行为，并判断风险情况，随时管理应用权限。安全中心可以让大家查看设备的安全状态以及控制安全保护功能，比如病毒查杀、骚扰拦截等，还会主动提示安全风险以及处理建议。同时用户还可以在本机查看同账号下其他设备的安全状态，多设备的安全状态呢也可以一目了然。我们希望与业界共同努力，为消费者营造一个更纯净的应用环境，让恶意应用无处可逃。 Harmony OS 3升级了纯净模式，新增应用管理中心，在端侧智能识别应用的风险行为，从而进行防护。系统如果检测到病毒应用，会主动建议用户立即卸载，对于存在风险的应用，会建议用户将其放入应用管控中心，此时系统让其在受控区域运行。同时呢，我们会隐匿个人的敏感数据，让应用无法获取真实数据。在用户数据保护方面，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贴心功能，对于拍摄的图片，用户可以一键擦除拍摄地点、时间、设备型号等敏感信息，这样不论在日常聊天还是在社交网络分享图片时，都不必担心因为分享图片而泄露个人隐私。此外， AI 隐私保护功能可智能识别图片中的敏感信息并自动打码处理，如身份证号、手机号、票号、姓名等，让用户安心分享。同时我们还给儿童带来了更多的隐私安全保护，登录儿童账号后，系统呢会自动的禁止广告跟踪，相关的应用呢也会关闭营销活动的消息跟踪、个性化推荐、个性化广告。同时华为视频、华为应用市场等自有应用会自动切换为适龄内容，限制不适龄的应用安装和内容访问，为孩子提供上网的保护。另外，儿童在进行支付等敏感的操作时需要获得家长的同意，让孩子的数字世界纯净无打扰，让家长放心。在鸿蒙的数字世界里，我们希望用户免侵扰、隐私无泄露、安全有保障。科技的魅力在于让所有人受益，我们致力于信息无障碍的建设，让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科技的便利，感受科技的力量。 Harmony OS 3提供了众多实用的功能，努力让每个人看见和听清这个世界。
通过鸿蒙三强大的计算视觉能力，图像识别功能可以帮助视障人群识别眼前的物品，甚至是物品表面的文字。出行辅助功能呢，可以识别行走途中的障碍物，并配合语音播报和震动提醒。佩戴上华为智能眼镜或者耳机，可以听得更清晰。拍照辅助呢，实时播报人物对焦的位置，帮助拍出精彩的照片。大剧院少儿舞团演绎的歌舞剧《堂吉诃德》被誉为最欢乐的芭蕾舞剧，将于本周六登陆线上演播厅，让欢乐进入千家万户。本市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多云转晴。保持旗帜2022-0801。一件挂在衣架上的蓝衬衫，一件挂在衣架上的棕色的外套，旁边的一根柱子上有一些路牌，检测到文字、博物馆、步行街、中心广场。前方3米有障碍物。爸爸，我快下课了。一辆白色的餐车上有一些食物。餐车上有棒棒糖吗？有的，在画面的左侧。嗨，老板你好，帮我拿个棒棒糖好吧？检测到女儿一张人脸，位于屏幕右侧中心。哎，宝贝儿，给你棒棒糖。检测到女儿一张人脸，位于屏幕中心。借助 AI 的语音识别能力，在通话和面对面交流时， AI 字幕呢可以将语音和文字互转，帮助听障人士与对方交流。在看视频的时候， AI 字幕呢能够自动的为视频节目加上字幕，方便观看。从服装的剪裁、面料、纹理、图案元素等各个方面着手去做创新。创新的方式有很多，充分了解面料的特性是剪裁的开端，通过头脑风暴来拓展创新的思路。同学们，别忘了下周提交设计作品终稿。今天买一送一，这本送给你。今天买一送一，这本啊送给你。谢谢。我马上到了，在第二区等你哦。我马上到了。复古风今年会持续流行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可以考虑一下牛仔系列，可能会比较偏欧式一点。觉得 PU 和镭射的材质啊，也可以试试，比较大胆。在科技这条路上修筑盲道，不只是便利的障碍人士，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科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HarmonyOS 3。 HarmonyOS 3常用常新更进一步，接下来会有更多搭载了 HarmonyOS 3的重磅产品发布，有请于总。小易，小易，客厅声音小一点。客厅电视声音好小。
顺达。什么优秀？小易，小易，开始吧，开始工作。这就是我们的 HarmonyOS 3.0， 它有强大的超级终端的功能，强大的超级桌面的能力，强大的分布式的能力，强大的智慧化的能力，强大的安全隐私保护的能力，让我们的全场景的智慧生活体验如虎添翼。今天我们首发新款的 HarmonyOS 3.0 的平板。这就是华为的 MatePad Pro 11，它是平板也是电脑。我们 MatePad Pro 11寸的新的这个平板带来了美学的新的高度，它采用了11英寸的最棒的 OLED 屏，它同时实现了高达 92% 的业界最高的屏占比，同时它也是色彩表现最好的华为 MatePad 平板，超过10亿的色彩，支持这个 P3 广色域，色准 Delta E 小于1，是最棒的啊，色彩表现力最强大的平板。同时它支持高刷新率，120赫兹的高刷，行云流水如丝般顺滑的这种极致体验。同时它是你平面设计用笔作画非常好的工具，它的色彩的准确度让你的影音创作能够还原本真的色彩。它的设计采用了我们的 Q50 系列循环这种设计，而且支持112度的超广角。我们今天给它带来非常新的一个工艺，就创新的凝霜的工艺，你摸上去就非常舒适的这种肌肤般的这种纹理，叫温润啊，同时也很耐磨，这是因为我们内层采用纳米的镀膜，同时这个色彩也很漂亮。我们给大家带来耀金黑、金钻白、星河蓝以及我们的锦白四种颜色供大家选择。这款平板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11英寸平板，薄到 5.9 毫米的超薄，11英寸居然轻到只有449克。同时哈，它采用了强大的六层立体的液冷散热技术，同时有强大的5纳米旗舰芯片，在如此纤薄的机身里面能带来那种持续的极致的高性能。同时我们也支持了83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同时又支持了66瓦的超级快充，超长续航超级快充。这么轻薄的 pad 里面有六个扬声器单元，高音低音这种分频的组合，带来纤毫毕现的震撼的感觉。我们的低音那个损态的增强的算法加上我们的环绕声场的扩展技术，这种立体声的这种算法，带来非凡的音乐的体验。同时我们又采用领先的环绕式的隐身天线技术，全方位的捕捉网络的信号。 MatePad Pro 11也是业界 WiFi 速度最快的平板，搭载了我们新一代的鸿蒙智能通信的能力，三频的 WiFi， 而且支持了丝网的协同，双 5G 频段加上我们 2.4G 频段，再加上我们的蜂窝，带来强悍的这个通信性能。我们 HarmonyOS 3.0 搭载以后，让我们的这个 WiFi 的平板实现多设备的共享，所以我们用鸿蒙3不需要用手机的这个热点功能，我们这个 Pad 就可以进行上网包括通话短信。我们 MatePad Pro同时有非常强大的生产力的工具，1.5毫米的长键程 PC 键盘的手感，相比别人最多不超过1.3毫米的键程，我们的键盘的体验好很多。同时这个键盘和支撑架可合可分的，还可以放倒，在上面作画的时候手写的时候角度太直了不方便，我们最大165度角度。还有我们有个磁吸的笔套，它也保护了笔尖，也防止笔的丢掉。我们这个后盖里面还带有隐藏式的悬浮天线，能让 WiFi 的速率提升高达 20%， 四键盘也是型号放大器。同时 M Pencil 也带来新的配色雪域白，使用更舒适更流畅，时延更低，而且更精准，笔记的精准度提升超过 30%。 今天 MatePad Pro 突破边界，我们华为 MatePad 搭载了我们的鸿蒙 OS， 突破了平板的这个体验的边界。它有生产力桌面，可以解锁各种新玩法，卡片的这种自由组合让桌面简洁高效快捷，同时卡片可以叠放，我们尺寸不变，容量可以翻倍。还有我们的智慧多窗能力，右上滑一步进入小窗，我们左上滑你可以看到一步可以分屏，多任务一步直达，一步搞定，非常方便。好的生产力工具离不开专业的生产力应用，今天我们带来了华为 PC 应用引擎。
通过我们的 PC 这个引擎，我们可以运行 PC 版的 App， 比如 WPS Office 的 PC 版可以在我们的 MatePad Pro 里用，它同时支持窗口无极缩放、多窗口叠放，非常方便。同时我们搭载了我们的这个超级终端的能力，实现协同办公、强强联合。我们超级终端连接耳机、连接显示器、连接任何其他设备都很方便，一拉即合，连接更多的终端。我们的平板可以远程操作 PC， 这种强大的能力。我们的平板啊，这个边界再次的突破啊，因为我们享用 PC 级的应用，我们共享手机的移动通信，以及我们远程连接操作 PC， 实现了三位一体的超级终端的强大能力。同时我们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华为笔记，它是我们全场景的智慧笔记，它可以跨应用跨设备，通过我们的自研算法，让我们的笔的这种体验超级强大。我们比如我们跨应用，我们可以取设、套索和搜索，这种强大能力。我们跨设备可以实现设备的同步分享编辑。我们开放这样的强大的能力给第三方应用，那携手我们生态合作伙伴们提供更好的应用体验。这就是我们的 MatePad Pro 极致纤薄的体验啊，最棒 OLED 的显示屏，高刷新率、高色彩准确度、高对比度，同时我们强大的通信能力啊，以及我们鸿蒙三带来的多设备的共享通信的能力， PC 应用引擎的这种能力，让我们这个产品如虎添翼。华为 MatePad Pro 11是平板也是电脑。我们华为 MateBook 家族今天也有新成员带给大家。华为 MateBook 家族它有我们的最旗舰的 X 系列、 MateBook 系列以及我们的 D 系列和 E 系列，但是我们所有的华为 PC 坚持不断的创新，那个提升用户体验。比如五年前我们是业界第一家让电源键和我们的指纹一触就开机，不用输入密码，非常便捷。我们首先把手机的全面屏的技术引入到我们的 PC 上来的同时我们也是率先的实现多屏协同，把悬浮屏的设计等等新的技术引入到我们的 PC 中来。比如说我们又把移动的 APP 这种生态引入到 Windows 这种生态上来，也是华为的发明和创造。就是我们不断的通过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创新来为我们的 PC 产业增加价值提升体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非常棒的旗舰笔记本电脑，华为 MateBook X Pro 入目惊鸿。这是一款超轻薄同时又不牺牲强悍性能的这一款笔记本。我们新款的 MateBook X Pro 打破了行业10年来固有的 ID 的设计秩序。今天我们在 MateBook X Pro 上面首创了业界全新的威龙金属机身，传承了笔记本外观上的精益求精，我们也打破了行业10年来固有的这个 ID 的设计的秩序，也让全新的 MateBook X Pro 成为最美的笔记本。我们采用了镁合金，在 14.2 英寸的超轻薄的笔记本电脑里面实现了只有 1.26 公斤，在镁合金上采用了全新的微氟氧化工艺，带来了更耐磨、更防腐、更环保，尤其它这种质感，我们表面上的高分子颗粒带来了微绒的这个手感，温润舒适。我们带来金白这种颜色给大家选择。很多女生特别喜爱这个颜色，我们还有很多男生特别喜爱的非常高端的墨蓝，非常轻、非常薄、非常酷这种感觉。今天我们的显示技术也不断的提升，我们让大家更清晰、更流畅、更真实、更舒适的这种使用体验。大家看看我们的 MateBookX Pro 搭载了14.2英寸的原色的全面屏，3000×2000多的高分辨率、高 PPI、90赫兹的高刷新率，而且这个屏是数控屏。我们把最棒的这种原色的屏幕带到了 PC 中来，它同时支持 P3 和 sRGB 的双色域，色准 DTE 小于1，同时又是德国莱茵 GUE 专业级的双色域的色准认证。我们的 3D NAT 的色彩的校准再升级，实现了手机、平板、PC 它实现色彩的一致。同时大家知道使用笔记本电脑最痛苦的事就是说在室内灯光的反光，还做了窗口那更反光，让你的眼睛非常不舒服。我们采用了一个磁控纳米光学镀膜的技术，可以减少60%的反光，阳光下、灯光下都看着很舒服、很清晰。同时它是全球首款获得德国莱茵 GUI Comfort 复眼 3.0 认证的，我们屏幕通过了17项严苛的测试，达到了笔记本行业舒适复眼的新标准。我们 MateBook X Pro 专业高效、超强的性能超乎想象，它搭载的英特尔全新的12代的酷睿处理器，全系一我认证，同时华为创新的鲨鱼鳍的散热系统，它的立体的进风系统，它鲨鱼鳍的双风扇，还有带来内部高性能的 VC 的模组，
智能的温控技术，让我们搭载的高性能的处理器能够持续高性能运行。可以看到，在这种轻薄的旗舰笔记本当中，我们拥有了30瓦的最强大的这种散热能力，30瓦高性能模式。同时，它还带来了 SuperCube， 我们天生快，一生快。大家回顾一下过去3年，我们在用户场景识别、进程优先级的管理带来降低功耗、更好的体验。那今天我们把它的技术再向升级了，我们的场景识别不仅用户场景，而且前后台的时候是应用的识别、卡顿场景的识别。我们不仅进程的优先级管理，我们包括 CPU 大小核的使用。大家知道这个英特尔12代的处理器有大小核，我们把大小核的更好的用起来，把智能手机上的技术带进来，使用 SuperCube 可以带来不仅降低功耗，而且更高效、更流畅，就体验更棒。大家看到，使用 SuperCube， 你做视频渲染、开视频会议，包括你代码的编译，这种性能都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啊，我们今天 MateBook X Pro 的智慧交互能力也进一步提升，我们打造了笔记本行业最棒体验的触控板。同时，我们把移动的应用带到了 PC 上，在 PC 上玩手机。我们现在有15000多个移动应用可以进到我们的 PC 上来了。同时，我们可以自由分屏，在 PC 上玩移动应用也可以分屏多窗，更方便、更便捷。我们强大的超级终端的能力可以大幅度提升你的创造力。我们通过超级终端把 PC 跟我们的 Pad 显示器、跟我们的手机、耳机什么都可以协同工作，实现了一个超级终端能力。华为的手机克隆这个能力非常强大。今天我们把手机克隆这个强大能力带来到 PC 上来。我们 PC 也可以克隆，换电脑像换手机一样简单。同时，我们带来一个强大的智慧会议的能力，我们强大的视麦克风指引能力和先进的算法，让我们实现了远距离5米、360度全方位的声音。看我们华为上的6扬声器带来了极致的音响的体验，背靠背的这种低音设计，它不仅降低了共振，还让低音质很好，而且我们生产的重建技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这种立体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大家看看，我们近到0.5米的近距离，远到5米的远距离，人说话都能听得非常清楚。我们 MateBook X Pro 给大家带来超越万元级的会议终端的会议的体验， PC 上也可以使用智慧语音听懂你所说。我们又带来了 AI 纪要的能力啊，可以识别多个人，每个人在讲什么话，它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让秘书做纪要，那好累了是吧？我们用通过这个 AI 纪要的能力，实时实现多角色的区分。同时，我们的升级了 AI 的慧眼功能，我们的 AI 慧眼功能在我们手机上，在我们的智慧屏上。今天我们把它 AI 慧眼功能带到我们的 MateBook 啊这个 PC 上来，支持硬件级的美颜。这就是华为 MateBook X Pro 旗舰的笔记本电脑，打造随身的会议空间。我们同时还带来2款新的无线鼠标，采用了微熔喷漆的表面工艺，手感非常舒适。两个颜色啊，这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新一代的旗舰笔记本电脑华为 MateBook X Pro， 全新微熔金属机身，更轻薄，更耐看，打破了业界过去10年的美学的秩序。美的前所未见，14.2英寸的原色的全面屏，首次支持了多屏同色功能，首次发布了突破硬件性能的 SuperCube， 为笔记本开启了快车道，搭载了12代的英特尔的处理器，也带来了最强的性能释放体验，首次搭载了 AI 纪要、多人会议、秒出纪要，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见。华为 MateBook X Pro 入目惊鸿。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另外一款啊，华为的笔记本电脑 MateBook 14S， 专业级的高性能轻薄本。这款电脑它的屏幕也是高分辨率、高色准，90赫兹的高刷新率，也搭载了英特尔的最新的12代的标压的处理器，
同时呢，它也支持了我们强大的智慧会议的能力，0.4的接口，尤其我们超级终端的能力，在 PC 上也协同应用，我们把移动应用引擎在这上面也可以跑，哎，所以专业级的高性能轻薄本 MateBook 14S 欢迎大家体验。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带来我们华为的新款的一款智慧屏 S86 Pro。 华为智慧屏 S86 Pro 鸿篇巨制，大有智慧。首先看它的极致的设计，2.7毫米的超窄边框和无边无界的这种视野，高达98%的超高的屏占比，非常震撼的感觉。它有磁吸的 AI 护眼，它有人脸追踪，有人脸识别，还有距离坐姿这种识别，还有人体的这种骨关节识别。它有一个非常极致简约的这种座子啊，我们看我们那种底座的设计，最简洁、最稳，非常优雅，还可以挂墙安装，唯美简约的挂墙。还有我们的支架，我们的支架很巧妙的把那个电源的走线从支架的腿的后边走过去了，还看不到后面那个线，这也很酷的。我们的 AG 的防眩光在这个智慧屏上非常有用，室内的灯光有反光，户外的窗子照过来的阳光，那屏幕反光是最头疼的事情。但是我们用了 AG 玻璃防眩的屏幕，真正带来了防反光，看起来非常舒适。同时我们带来了一面的硬化，我们的红湖画质120赫兹的高刷新率，加上我们的智能补偿，让运动画面更流畅更清晰。来看我们不仅高刷，尤其这个智能补偿结合起来，真正带来了这种超级流畅的超级清晰的体验。还有我们的红湖画质电影原色呈现 DCI P3 的广色域达到92%，色准 Delta E 小于2，而且我们的色彩是珠胎校准。还有澎湃的6单元的立体声音响，搭载了我们的专利的音频技术，采用了号角式扬声器，还有人声增强那个虚拟声场的这种拓展。当然如果你要再配上我们的华为上的 X 这个音箱，组成一个5.1声道的强悍的家庭影院的这种效果，而且是无线组网，不需要拿线， S86 Pro 配上我们的华为上的 X 可以轻松的打造5.1的分布式家庭影院。智慧屏 S86 Pro 带来智慧体验，它的超级桌面、超级终端、超级娱乐的这种功能，因为是我们搭载了鸿蒙 3.0 HarmonyOS 3带来的体验。超级桌面让智慧屏可以畅玩手机应用，智慧屏通过 HarmonyOS 的分布式能力就可以直接运用手机应用，无需下载即点即用，让手机生态可以轻松上屏，手机秒变触控遥控器，大家好好体验一下啊，这个很棒。超级桌面用电视玩手机，同时我们的超级桌面屏心世界可以一屏两用，全屏显示无黑边。还有一部分竖屏应用虽然不支持屏心世界，我们也可以将应用与宽屏幕更好的适配，竖屏应用有效的面积可以放大50%以上。我们智慧屏上那个超级终端可以让音频随心流转，音频可以流转到上的 X 音箱去，你还可以连你自己一个人看，你或者不想吵到家人，你可以流转到你的耳机上去。我们可以给它带来全家人的超级娱乐的功能，家庭影院 AI Max， 华为视频那里面的 AI Max， 那那个超级家庭影院的能力，我们在里 K 歌，在家里玩游戏，用游戏手柄在智慧屏上玩游戏，全家人在智慧屏前面健身，还有我们畅联大屏上那通信，仿佛身临其境的现场感的高清的啊视频的通信。这就是华为智慧屏 S86 Pro， 拥有86寸的超大屏幕，120赫兹的高刷新率的鸿鹄画质，6单元的音响系统，尤其它有大尺寸所必备的 AG 防眩光的这种技术，能够带来非常棒的观赏体验。首次搭载鸿蒙 3.0 的智慧屏，我们带来了超级桌面、超级终端、超级娱乐三大超级体验。华为智慧屏 S86 Pro， 鸿篇巨制，大有智慧。今天我们还带来华为智慧屏的 S 系列55、65、75三款主流的尺寸。这三款主流的尺寸它的内存比较大，支持双频 WiFi， 支持我们的广色域的鸿鹄画质，是扬声器、音响系统、智慧投屏都支持，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智慧屏。这一个图看到是我们华为的 FreeBuds 系列产品， Pro 系列是我们的旗舰。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真无线耳机里最强悍的华为 FreeBuds Pro 2。华为 FreeBuds Pro 2，有声处见高低。它是一个平直的设计，极致的触控的感觉，唯美的这种设计。长按可以降噪透传，我们滑动可以这个音量调节，按捏可以播放上一首下一首。空气动力学的这种流线型的这种设计，也带来更低的风噪，非常小巧，体积缩小11%，重量减轻13%，很轻盈。
同时就是 IP54 的抗水件，我们带来一款非常独特的颜色星河蓝，它采用了一个纳米的工艺，非常酷的颜色，还有陶瓷白非常优雅，还有我们经典的非常科技炫酷的感觉的冰霜银。我们 FreeBuds Pro 2给大家带来超感知的数值声学的体验，它里面是双引擎独立声学系统，它有一个双单元的数值分频低音的动圈啊，带来澎湃的音质，它还有个高音的微频版单元。看我们这个低音这个单元，它是全球首发四实体动圈，低音下潜低到14赫兹，让低音的驱动力提升超过30%，同时要搭载了顶级的头戴技术的全球在 TWS 机上首发的微频版单元，它能实现了0.2毫秒的灵敏的响应，能让高频能达到48K赫兹的超高频的解析力，搭载了这先进的这种声学单元的双声学单元的技术，让我们的 FreeBuds Pro 2低音最低可以下潜到14赫兹，高音可以拉到48K赫兹，超越了经典的 HiFi 的有线耳机的能力，更远远超越了 AirPods Pro 声音的能力，同时带来了三重实时听感优化的能力，针对的不同的耳道和不同的贴合度和音量都能实时计算，提供最优的听感。同时它是全球首款双高频音频认证的 TWS 耳机，使用华为音乐 HiRes 专区，你可以听到极致的无损音乐的这种感觉。我们对比了华为 FreeBuds Pro 2和 AirPods Pro， 通过全链路高清音质来还原声音的每个细节。下面我邀请大家来听一下我们调研机构进行的盲听测试。声音特别薄啊，感觉它的声场比较小，这个耳机听起来声音更浑厚一些。这个三个耳机不对比不知道，但是一对比出来区别非常非常的明显。首先 A 款耳机的话，我感觉它的声音还相对比较自然，但是感觉没有太多的特点。 A 款耳机呢，听起来声音呢相对比较平庸。 B 款耳机呢，就是整体声场也还可以，还是不错的，但是我是觉得它的这个声音的这个细腻的程度上，我可能比较挑剔点，可能不如 C 款耳机。那么第二款耳机的话，感觉它特别是低频和高频这个欠缺，所以我没有给这个 B 款耳机打高分。我个人觉得从听感上来讲，这个 C 款是比较舒服的，感觉每个频段首先是比较清晰，然后是相对来讲比较平衡的。那么这个声音呢，就听起来呢就比较松弛，非常自然。我就会听到女声，还有听到套鼓，能给我一个非常清晰的呈现。所以 C 是第一的 ，A 是第二的，然后 B 是第三的。我们也盲听的这种测试结果，大家看一下，在专业组和非专业组，华为的 FreeBuds Pro 2远远超越了其他的 TWS 耳机的那个能力。遥遥领先。我们同时给大家带来高清的空间音频，可以追踪你的头部，就实时的还原三维声场，大家可以在华为音乐的空间音频体验专区来好好来体验一下。同时我们 FreeBuds Pro 2它的智慧降噪能力非常强大，它有三麦克风降噪加上骨传导的这个麦克风，能够精准的识别声音，加上我们 AI 的算法，大概上亿的计算的样本抑制环境噪声，能够智能的识别保留人声。我们的智能的拾音专业的处理算法，强力的防风的这种结构设计，可以减少风噪，大家知道在户外打电话那个风噪呼呼的，别人听着很难受。我们全新的智能抗风噪的这种技术加上的算法，能带来非常清晰的打电话的效果，随时随地可以静谧通话。大家对比一下。你好，我在地铁上，大约还有十几分钟到，你现在可以出发了，在地铁后我们再联系。你好，我在地铁上，大约还有十几分钟到，你现在可以出发了，在地铁后我们再联系。我现在在海边，很快我们可以出发，如果可以的话，我下次跟你们去坐等站吧，待会见。我现在在海边，晚餐我们可以吃海鲜，如果可以的话，晚餐时间我们定在6:30，待会儿见。同时就下行降噪，也是全球首款三麦克风主动降噪的 TWS 耳机，高达47dB 的最大的降噪深度。我们华为 FreeBuds Pro 2同时带来一个智慧的新体验，大家知道我们 HarmonyOS 全场景设备多连接，它可以自动切换。喂，你好。喂，你好。我们的这个耳机状态可以尽在掌握中，我们的卡片能够实时的选择控制，让你一目了然。那么个性化的弹窗啊，很酷。我们有这么多这种个性化的主题弹窗，你可以选择，很酷的，年轻人很喜欢。强大的续航能力，主动降噪没打开的时候，耳机可以播放6.5小时，那盒子能够支撑30个小时。这就是我们的 FreeBuds Pro 2最强悍的降噪能力，最强悍的高音、中音、低音的这种音质静谧通话的这种能力。同时，我们搭载鸿蒙3.0，带来了极致的智慧的体验。全场景多设备多终端使用的能力，我们 IP54 的抗水溅的保护的能力，同时我们的高清的音质的音源的内容立体声，以及我们的这种空间音这样的能力，让华为 FreeBuds Pro 2
有深处，见高低。在听歌呢，刚刚很有意思。今天我还为大家带来一部安全流畅的鸿蒙手机畅享50 Pro， 它具有超大的屏幕，尤其它的超窄的边框，从中拥有了极大鸿蒙安全特性，可以防止流氓软件和弹窗。这款鸿蒙手机将于7月29日在华为商城发布，欢迎大家关注并选购。啊，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的鸿蒙 3.0 HarmonyOS 3的这种强大的新一代的操作系统，同时搭载我们鸿蒙3的多款智能终端的设备，让我们的全场景智慧生活体验更深一步。我们华为新款 MatePad Pro 11，它的价格3499元起，它的性能版3799元起。我们华为 MateBook X Pro 微容典藏版，它的价格是11999元起，还有一个它的普通版也搭载了12代酷睿的处理器，8999元起。 MateBook 14S 6599元起。华为 Watch 3 Pro 的新款，它的价格2999元起。华为智友听 S86 Pro 13999元。最强悍的 FreeBuds 耳机 FreeBuds Pro 2，价格是1299元。我们华为首款彩色喷墨打印机华为 PixelLab V1，价格是1499元。华为路由 Q6 电力线板一亩加一尺899元，一个子路由是399元。我们前不久刚刚上市发布了我们的问界 M7， M5EV 也在路上了啊，预计 M5EV 9月份将会正式的发布。今天我会为大家来公布一个好消息，9月份我们将会启动 HarmonyOS 3.0 的全面的升级，发布新产品，同时不忘关怀老用户，为老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尤其手机的电池用了一两年两三年后，它的电池容量会下降，这是锂电池的工作的基本原理决定的。所以我们提供了一口价只有99元的更换新电池，所以到华为官方的售后服务网点更换电池，再升级你的鸿蒙操作系统，让你的手机焕然一新，可以再打几年啊！同时我们提供内层升级服务，外屏外层玻璃这个维修，降低你的维修成本，还有华为服务日优惠活动。再次提醒一下，打开的手机里面的我的华为这个 APP 里面查看就近的正规的华为售后服务中心，到售后服务中心享受到可靠的安全的便捷的售后服务。今天也是值花粉10周年之际，我也再次也感谢广大的消费者朋友，尤其花粉朋友们，你们给予华为的鼎力的支持和厚爱，你们一直不断的给我们提改进意见，来支持我们的产品的发展。因为热爱始终有你，我们不断发展。道路虽长，行者将至，未来可期，因为有你。谢谢大家。You ca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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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fly away, you can be
迎大家继续收看 Harmony OS 3及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刚刚发布了多款全新产品，他们在 Harmony OS 3的协同下可以相互配合，带来高效顺畅的办公新体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多款新品的首发开箱。首先带给大家的是华为首款搭载 Harmony OS 3的旗舰平板华为 MatePad Pro 11英寸，它配备了11英寸16:10长宽比的原色全面屏，4.2毫米等距微边框，细腻又艳丽的 OLED 屏幕，同时支持最高120赫兹屏幕刷新率。无论是绘画笔记还是游戏视频，都有丝滑的使用体验。后置摄像头引入华为旗舰手机 Mate 系列设计，打造穹环外观，薄至5.9毫米，轻至449克，拥有超轻薄的设计。如此轻便，长时间握持也很舒适。华为 MatePad Pro 11英寸一共有4种颜色可供选择。耀金黑、星河蓝、金钻白，采用了业界首创的凝霜工艺，在不同光源下光泽微妙流转，金光点点，闪耀夺目。锦白素皮材质，温润亲肤。第二代华为 M Pencil 全新配色雪域白，使用透明微晶弹性提笔尖，更好看、好用、耐磨，还支持跨应用、跨设备取色，办公创作更便捷。全新华为 M Pencil 第二代搭配拥有120赫兹高刷新率屏幕的全新华为 MatePad Pro 11英寸，时延低至2毫秒，在平板上尽情享受书写绘画的快感。不只是外观，有生产力的平板才是更 Pro 的平板。全新分体式华为智能磁吸键盘，键盘一吸，平板变 PC 形态，1.5毫米高键程，还原 PC 体验。键盘一分，任意摆放，支架支持120度至165度之间进行调节，视角更灵活。全新智慧多窗，操作更简单，左上滑高效分屏，右上滑快捷小窗。打开两个屏幕窗口，还能打开两个悬浮窗口，自行多任务并行处理。平行世界再升级，可支持同一应用内4任务并行。平板融合手机优势，基于多设备通信共享功能，华为 MatePad Pro 11英寸无需插卡就能获取手机的通信能力，自由连接网络，接听拨打电话与收发短信。华为 MatePad Pro 11英寸首发 PC 应用引擎，可以在平板上实现 PC 应用体验，功能专业丰富，交互精准高效。多窗口体验，窗口大小自由调节和随处悬停，多窗口之间可快速切换，连接鼠标键盘后操作习惯和 PC 近乎一致。当平板和 PC 登录相同华为账号，华为 MatePad Pro 11英寸即可通过智慧生活 APP 完成远程访问 PC。平板远程操作 PC， 办公场地更自由。华为 MatePad Pro 11英寸助力平板生产力、创造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全新发布的 MateBook X Pro， 为大家带来了4款配色，除了广受消费者喜爱的深空灰、皓月银，还有此次全新发布的微绒典藏版，具有东方美学的配色。墨蓝、锦白，微绒典藏版采用了业界首创微绒金属机身，将金属的锋锐坚韧与绒感的细腻温润融为一体，一触便 APP 适手。MateBook X Pro 12代酷睿版获得了英特尔 EVO 认证，至高搭载12代酷睿 i7 处理器，性能澎湃，同时加入了华为创新的 Super Turbo 超级加速功能，让多任务下的流畅体验更进一步。全新发布的 MateBook X Pro 使用 3D LUT 校色方案，同时融入多屏同色显示技术，能够使适配的华为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平板产品的跨设备之间实现一致的色彩显示。全新升级的压力触控板更是不得不提，无论在触控板何处点击都可灵敏反应，并且在原有的手势功能上进行了更多的扩展，搭配8种创新操作手势，众多日常操作尽在掌控。单指关节双击完成截屏，双指关节双击开启录屏，手指滑动左边缘调节亮度，滑动上边缘调节进度，手指单击左上角最小化，单击右上角关闭窗口，无论点击哪里都能随心应手。此次发布的 MateBook X Pro 还搭载了智慧语音 AI 纪要功能，会议中支持多人会议纪要，可以区分说话人声，进行实时语音转写，准确识音，让我们在会议上更加专注。我手上拿的这款产品就是华为 FreeBuds Pro 2无线耳机星河蓝版，整体外壳采用纳米涂层，单耳耳机重量约为6.1克，耳机盒重量降至52克，体积较上一代减少11%，体积虽小，音质却毫不妥协。采用了多单元的声学架构，利用微米级工艺，在小体积上搭载高频和低频2个单元，还有和蒂瓦雷的联合调音，为用户带来低音澎湃、细节丰富的纯净音质。在不同的耳道结构、不同的佩戴姿势、不同的音量的情况下，华为 FreeBuds Pro 2都能根据算法为用户带来更加的听音表现。
这就是三重实时听感优化，让好音质始终如一。华为 FreeBuds Pro 2可以减少音频传输过程中的延迟及音质损伤，更是获得了 HWA 和 HiRes 双金标认证。全新的静谧通话功能，通话时人声拾取精准度提升，实现更精准的噪音削减，进一步提高了通话质量。华为 FreeBuds Pro 2创新的三麦克风立体阵列主动降噪系统，降噪幅度更深达47 dB。在 HarmonyOS 3的加持下，一台设备可以连接两台华为 FreeBuds Pro 2，可以方便的与人分享动听的音乐。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智慧屏 S86 Pro，拥有86英寸的屏幕和仅仅2.7毫米的超窄拉丝金属边框，98%的超高屏占比，正面视觉接近无边，视野非常宽阔。顶部随用随开的磁吸式 AI 摄像头，鸿鹄画质引擎，120赫兹高刷屏，加上讯息流畅智能补帧技术，可将24或30帧的影视内容智能补偿到120帧，让运动画面更加流畅、更清晰。还支持鸿鹄画质奇光炫彩大师版，拥有92% DCI P3 电影级广色域，平均德塔 E 小于等于2，电影原彩精准呈现。配备6单元音响系统，1.6升大音腔，让高音更准，中音更稳，低音更沉。越大的尺寸虽然视野更大，但也更容易被灯光和阳光干扰视线。S86 Pro 搭配 AG 防眩光技术后，无惧反光，观影更清晰。同时，智慧屏 S86 Pro 搭载 HarmonyOS 3，为大家带来了超级桌面功能，手机 App 智慧屏直接用，无需下载，即点即用。手机变成触控遥控器，可以用电视玩手机。部分应用支持平行世界，全屏显示无黑边。普通竖屏应用有效显示面积也能扩大50%以上，带来更沉浸使用体验。除了华为智慧屏 S86 Pro， 今天同期发布的还有另一款华为智慧屏 S 系列，具有丰富的投屏功能，欢迎大家一起体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就是华为 Watch 3 Pro New， 采用蓝宝石玻璃材质，1.43英寸的 AMOLED 高清彩屏，高强度耐用的钛金属表底，纳米级陶瓷后壳和带触觉反馈的 3D 旋转表冠，线键为电极技术与 ECG 合二为一的按键。华为 Watch 3 Pro New 支持独立通信功能，在手机上开通一号双终端业务，可使用和手机相同的号码。华为 Watch 3 Pro New 搭载 HarmonyOS 3，支持手表独立导航，可在手表端查看地图，支持定位显示、路线规划、步行、骑行导航，后续支持独立打车功能。基于 HarmonyOS 平台统一架构，华为 Watch 3 Pro New 支持超级联动功能，手表与手机一拉即合，可快速启动遥控拍照和录像。旋转表冠可控制焦距，还支持手表音乐在线听歌、独立下载音乐，也支持音乐平台独有的特色功能。在健康监测方面，华为 Watch 3 Pro New 升级支持心电分析功能，指尖轻触腕表下键电极，即可采集30秒心电信号，生成心电图报告。心电分析功能通过搭载华为心电分析提示软件实现，华为心电分析提示软件获得了药品监督管理局2类医疗器械注册。华为运动健康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支持为用户提供心电解读服务。接下来带大家体验下一个产品，华为 PixLab V1 搭载 HarmonyOS 3，带来高效打印体验，支持适配超级终端，一拉即合，即可实现打印功能，连接简单，打印也是高效便捷。为了解决偏色问题，华为 PixLab V1 采用了华为自研的原色打印引擎，让打印出来的照片更加贴近屏幕的观感，实现所见即所得。另外，它还拥有隐藏式的触控面板，一碰打印一脉相承。不仅如此，我们还和多款 APP 深度合作，接修过的图片一碰完成打印，繁琐的日程安排一碰完成打印，有精彩的歌词想要收藏分享一碰完成打印。即将发布的华为畅享50 Pro 是一款安全流畅的鸿蒙手机，具备防弹窗、防流氓软件的功能，拥有7大鸿蒙安全特性，包括 APP 弹窗克星、纯净模式、截屏隐私保护、过滤网页广告等功能。外观致敬华为星耀环设计，采用闪光纱纹理，拥有星海蓝、翡冷翠、雪域白、幻夜黑4种配色。屏幕上采用6.7英寸无界全视屏，拥有1.05毫米超窄边框，94%超高屏占比。华为畅享50 Pro 还搭载5000毫安时大电池，以及华为40瓦超级快充，超强的续航组合进一步提升手机的续航能力，能够为用户带来便捷、安全、流畅、可靠的全场景交互体验。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欢迎大家来到华为官网或者华为线下门店了解更多的产品知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